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最新元神活动，元神荒龙生命摇滚红色大巡回，声韵律动大交流活动攻略，优酷天光小夜曲，荒龙生命摇滚红色大巡回，声韵律动大交流啊，来，那我们打开地图，我们来到道七，来到道七城中间的这个传送点，然后下传送之后呢，我们找到这个葵，然后跟他兑换，然后点击想要邀请你参加，然后他会给你哼一段旋律哦。OK， 那我们第一个这个谱子哦是这样啊，我点击第一个蓝，然后我们选择第三个 ，OK， 然后我们第二个蓝啊，选择第二个，然后第一个蓝。然后我们一起选择第二个，然后最后一个栏，我们选择第一个，那就可以了。OK， 那我们点击返回，然后点击还原。啊，那这就是一个完整的谱子啊。那打字等可以看一下。好，那这是第一个调整，那我们第二个 OK， 那做完这个之后呢，朝我们的左耳边转，然后往前走，那在我们正前方还有一个，来我们来对话，叫质数。OK， 那这边我们可以跳过啊，你就不用听过了，来 OK， 那这边我们选择第一个，然后选择第二个，然后第三个的话也是选择第二个。OK， 那我们来还原谱子。好，那我们下一个。然后在我们的左边来走过来，然后这是我们的第三个，来我们来对话。那这边来，我们选择第三个，这第二个的话选择第二个，第三个也是选择第二个，这个也是点第二个。来，我们来还原一下。OK，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好吧，拜拜。